925盐是纯盐吗？925盐是纯盐，925盐一般是指含盐量为 92.5% 左右的盐制品，纯度在 92.5% 左右即认定为纯盐。因为足盐过于柔软且容易被氧化，所以加入了 7.5% 的其他金属，使其具有理想的硬度。由于盐本身的特性，使得足盐质地很软，很容易划伤，且不适合越来越精细的工艺要求，所以在925盐中加入了 7.5% 的合金，使盐具有了理想的硬度、亮度及光泽及抗氧化性，而且能够镶嵌各种宝石、钻石、玉器。盐首饰以色泽光鲜、款式别致、工艺精美、价格中档的时尚品味迅速风靡全世界。